内衣行业的领军人物，拥有20年经验的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真，近日分享了她品牌的最新动态和成功秘诀。从负债8000万到创立深受喜爱的内衣品牌，廖明真以坚持和创新成为业界的佼佼者。因为我做好的东西给消费者，这会造成一种良性的循环，所以我在第四年之后可以很稳健的去发展我的内衣裤生意。他还强调，优质的客户服务是品牌成功的关键，把客户服务好，这也很重要。这一理念帮助品牌赢得了大量忠实顾客，促进了品牌的良性发展。把好商品做出来，这是一个企业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。再来呢，就是把客户服务好，这也很重要。此外，廖明真在2022年进军自媒体领域，分享他的经验与见解。他表示，希望通过自媒体能够传递更多的价值和经验，让更多人受益。那我在这2022年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，其实算是早一点，有红利，什么叫红利期嘛，就是流量比较好，所以我很快的时间在自媒体的部分也把我账号给做起来。廖明真的故事展示了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，他相信行动是成功的关键，困难并不会致命，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克服挑战，实现梦想。因为事情如果你计划了3年都没做，你怎么去调整？所以先做了再说嘛，不是就做了再协调一下，再改进一下，那就慢慢会达到成功的路径。这也是我很特殊的地方，做就对，很简单的，没有多大的困难，困难也不会死人。记者林绮慧台北报道。